恐怖风雨把柏油路变水路，旗津老街一整片遮阳罩被瞬间阵风撼动，支撑架整个被拔掉。垃圾桶被强风吹着跑，还跟三角锥在路上打转共舞。十四级阵风威力让记者都快站不稳。摄影记者的安全帽呢？其实已经刚刚被瞬间的强风吹落了。现在在这个道路上哦，安全帽被吹掀，盆栽全倒，路口控制箱也被吹开。民众出门赶着上工，但雨伞被狂风掌控，很难撑开。人拢行袂使啊，那安内无枕头，前两间阁无遐头的，今仔较头呢？在旗津的中洲山路上，现在可以看到哦，大概是因为受到强风的关系哦，也因此瞬间的爆炸了。现在地上还有火花，电缆线垂地，火光持续冒了好一阵子，消防紧急灭火。火花瞬间炸裂，吓得消防员赶紧撤远一点。山陀的暴风圈将整个旗津框住，至高点观察，知名地标八五大楼完全被遮住，看不到。轮渡站旁边的道路这边呢，这个海浪积水的高度哦，现在已经快要到小腿肚。风猛灌雨狂下，高雄低洼地区严重积淹水，山陀的暴力肆虐，导致旗津多处灾情。三新闻黄大伟、翁玉文，高雄报道。